哎呀，这一排拉出去之后，整个人都拧成麻花了。10-8，这样的话，吉村真晴拿到了两个盘点，看他能不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为日本队扳回一城。就会一个盘点，场边的伊朗教练和队员已经是非常非常紧张了。漂亮，又打成了10-10啊。吉村真晴也是吐了一口气。看来政府的结论还没有那么快下定。漂亮，哇，直接一个回旋，有点像超级英雄的庆祝动作了。现在侯赛因霍代一看到了胜利的曙光，伊朗队距离淘汰日本队进入到本届亚运会的男团四强当中还差1分，是局点是盘点更是赛点。